这么冷的天给家人来一碗暖心。最近大鱼大肉吃多了，试试这个清爽解腻的西兰花大虾吧。我们清洗西兰花的时候放一勺面粉。店里的腌萝卜为什么呢？勺盐腌制半小时，放青红辣椒、姜蒜和花椒，淋上滚烫的油，一勺生抽，一勺陈醋，一勺白糖，翻拌均匀，腌制半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吃这个汤汁泡饭，一次能吃好几碗。倒入焯好水的鸡肉，大火煸炒一分钟，炒出鸭油，再加入这个黄焖酱汁，只需要一小袋，就不用加了，以后找不到了。再按屏幕上的方法调一个料汁，这样就不会手忙脚。鸡翅对半剪开，放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，油热把鸡翅下锅煎至两面焦黄。用油温先放一半的蒜蓉进去炸。